文艺的心，就爱跟你们文艺圈的人一起混，我们掌声对他表示感谢，好不好？谢谢他们把我们文艺界的人士能够团结起来，能够办成这么优秀的一台龙文化节的三天的演出。好了，那么龙文化节的成功绝对离不开我们赞助商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活动绝对不可能成功。所以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对我们的赞助商进行颁奖，我们有请颁奖嘉宾张前主席、张伟先生、胡子修参议员，还有我们特别是常洪波带走领事，有请。在同一战线，就这地方可以吧？到这边你要站了。好，我们的龙文化节的赞助商有钻石赞助、金银赞助和特别贡献奖。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给钻石赞助进行颁奖。我们的钻石赞助商是凯马企业 Kaima Enterprises Inc. 我们有请凯马企业的代表上台领奖，有请。好，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钻石赞助。衷心的感谢我们的钻石赞助凯马企业，谢谢谢谢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我们的金奖来进行颁奖。黄金赞助，我们黄金赞助呢有四家，分别是加拿大中国商会 Canada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还有我们的 GLC Pharmatech Inc. 我们的陈礼勤董事长，有请陈礼勤董事长上台。感谢。还有我们家中企业家协会水寿松会长，有请水总。还有我们中国驻多伦多旅游办事处，我们有请 Barbara 上台代表，有请。这是我们的黄金赞助商。好，我们的下面的观众，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向我们的赞助商表示敬意，好不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水寿松先生作为我们黄金赞助的赞助商代表来给我们讲几句话，有请水总讲两句。尊敬的张杰主席，尊敬的吴子修参议员，尊敬的陈总督领事，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一起分享。好，掌声送给我们水总。作为本次龙文化节的赞助商代表，我非常荣幸能够再次与大家分享这份喜悦。本届龙文化节的圆满成功，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不倒精神，
也为我们各个民族交流搭建了桥梁。在三天的龙文化节时间，我们欣赏到精彩的表演，品尝到美味的传统佳肴，感受到中华文化带来的团结与力量。这一切都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和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作为家中企业家协会会长，我深知文化交流在商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继续支持这样的活动，促进文化和商业的双线发展。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期待我们在明年龙文化节活动中再次相聚，共同推动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发展与经济繁荣。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办事如意，谢谢。哎呀，谢谢水总，我们明年又有钱了。谢谢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给我们的银奖啊，银赞助进行颁奖。我们的银赞助呢有四家：多伦多龙文化节筹委会的副主席沈毅先生，还有我们 Fernbrook Homes 的代表刘振峰先生，有请刘振峰先生上台；还有生辉国际的董事长林浩先生，林总；以及加拿大鸭湖同乡会的会长曹强先生，也是我们豪门宴的老板强哥，请他们上台来接受奖项，有请。有请银赞助上台。向我们的银赞助商表示敬意，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些企业家们。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颁发的是特别贡献奖，他们为我们多伦多龙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做出了特别的贡献。那么我们的特别贡献奖的获奖者分别是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的郭晓峰副主席，有请；还有我们方太加拿大的总裁杨丽娟女士，杨总；我们加中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的吴文燕主席啊，吴文燕女士；还有信实金融，信实金融的 Kevin 金亚新，以及瑞达按揭投资信托基金的许群，以及我们 Top Engineering Top 工程的张毅哥先生，以及我们 Z Law 律师事务所的 Roy 秦代表，还有我们 A Line Service Canada 三洋厨具加拿大的代表孙志峰先生，以及丰源工程有限公司的代表红华超市的余华瑞董事长，以及我们金瑞地产董事长张梅女士，还有加拿大中国书画院的院长石介先生，联合家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张美凤总裁，以及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的会长曹颖女士，请我们的特别贡献奖的获得者上台领奖，掌声对他们表示敬意，有请。
请大家不要客气，赶快上台，这是荣耀时刻，向你们表示敬意的。还有其他特别贡献奖的获奖者是还没有上台，我没有看到杨总。再读一遍 ，OK， 好，有郭晓峰、杨丽娟、吴文燕，哎，我刚才看见吴文燕，还有Kevin金、金亚新、张毅哥，哎，张毅哥，我刚才也看到了，为什么没出现呢？张毅哥，哎，不，还有Roy 秦、孙志峰，哎，好，有代表上来也可以。还有余华瑞董事长、张梅女士的代表、石界院长，还有张凤梅女士、张凤梅，还有曹莹会长，曹莹会长也没看到。好，先给我们的特别贡献奖的获奖者来一个合影。好，我们先来特别贡献奖的一起来一个合影。好，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钻石赞助、金银赞助的这些获奖者一起来一个上台大合影，好不好？所有的赞助商一起来一个合影，包括我们刚才的凯马企业，还有水总，还有我们的银赞助的，一起上台来一个合影，好吗？我们全体的赞助商一起来一个合影，我们掌声再次对他们表示敬意，有请有请。好好好，所有的赞助商，谢谢你们。拿着自己的奖牌，个子高了没办法，好，个子高了没办法，碳纤维，碳纤维。哎，我们的强哥呢？强哥上来吗？没有看到强哥。好，朋友们，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我们所有的赞助商他们的大力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吃饭。